哇，好香哦！老板，这红萝卜吃起来不太一样哎。这红萝卜本身的甜分啊，它炸下去它甜分就会释放出来。哦，所以吃起来就甜甜的。哦，一般比较少吃到红萝卜都是煮的哈。对啊。那我们这里面摊有没有都会有红萝卜当小菜，放在面上面，放在羹汤上面的，直接就放上。对对对，我们这里有特色啊。嗯，这好吃，对吧？ 这好吃，哎，这才这就是真正的古早味啊！在地产的红萝卜吗？对对对对，啊，大条还是小条？大条的。哦，大条的，超大。对啊，啊，都精选的、啊，都一定是选最好的、啊。嗯，对啊，难怪会说萝卜腿，你看，真是萝卜腿。对，我要离他远一点。其他都一样。